有幾個位置我特別講的，好啦，你這個完整這個開合，不要這麼吵，我們三本三，玩具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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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玩具
你讲先，你讲先。老师几多岁？唔使啦，我用你。系、啊哎，我廿零啦。嗱，廿零。各位向观众一只嘢。我知道我咬正晒佢先。始终咁讲嘅。嗱，各位从事设计嘅朋友啦，包括小弟啦，你见到呢只嘢就一定唔陌生噶啦。如果早入行嘅话，OK。佢係單色嘅，係啊，單色嘅係。嗱，一般以前嗰啲嗱，黑白模嚟。講少少啦，嗱，呢部其實就向某一個生果牌子電腦嘅 classic 型號致敬嘅。係。咁當其時咧，嗱，最特別點解我會咁想去講嘅咧？因為嗱，佢有條插 floppy 嘅插槽，可惜佢唔跟只 floppy 俾你。嗯。呢個係玩家要求，嗱佢係掹開嘅磁石，磁石冇錯，因為佢唔想破壞個，佢唔想破壞個外殼結構，呢個係有好有心思嘅，佢可以拆嘅。咁而下面因為放喺底咧有個窿咧就冇所謂，呢啲係一啲生產一啲要求嚟嘅，其實係。嗱，攞嚟改魚缸。嗱啊，呢、這個攞嚟改個魚缸。嗱，佢最特別，嗱佢跟 mouse 嘅。以前的蘋果牌電腦咧，唔係牛仔褲蘋果牌啊！蘋果牌電腦嗱，佢有 trackball 嘅，大家留意一下，唔係跟住佢而家光學噶嘛？係啊，佢以前有 trackball 啦，同埋呢個樣啊，嗯，開機呢一個樣啊，係啊，喺個 mon 度見到。冇錯，嗱，最特別最對我亦都最窩心嘅就係呢一個，見到乜嘢？見到啲乜嘢？唔知啊！三二一 ，suitcase。裝字款的 suitcase， 蘋果人才會知道的，它就真的叫做 suitcase， 所以它就做了 suitcase， 也是用 True Type Fonts 的 Adobe 的字樣給它，包括這個它應該批到的，批到，不要批的這個，好了，不是它致敬，致敬，還有我又講一點了，這個 mouse 嘛，是它叫 mouse 的，是咁所以佢而家呢個 design 特登咁樣做咗咧，就條尾老鼠尾，唔係無線 mouse， 我驚啲玩家。所以其實咧，所有一啲細緻嘢咧，係有花過心思。係啊，因為當年啊教主佢同阿彪啊，彪彪係有一個曾經係想即係嘈過，即叫爭論過咧，究竟呢一個專利邊個係設計嘅？嗯，咁。是啊 ，mouse 就真係佢發明嗰塊，係同埋 menu bar 都係，冇錯。咁頭先講過，佢隻手就係因為為咗佢個完美感覺，所以就改用磁石。嗯，咁磁石又可以可動啦，又唔會破壞個外觀。咁呢個其實佢有個好好地方㗎，磁石係係啊。以前我哋好中意咧貼啲 memo pad 喺度。哦，咁呢、這個你可以攞磁石咧貼雪櫃嗰啲咧。呢度係一樣嘅，可以做翻呢樣嘢。係啊，可以嘅呢個係。咦，可唔可以合體兩隻？唔關事，個磁石喺隻手嗰度。喺手，佢入邊係金屬。嗱機背啦，大家睇機背。係。嗱，大家睇下機背，當年嘅電腦設計，我諗好多人都有共鳴啦。係啦。嗱，拋過。有 scus 啦 ，scus 啦，插針啦。係啊。不過咧，我就覺得唔知係成本定係點樣，因為始終佢已經喺呢個殼咧，要用好多閒位去做嘅。唔係，佢盡量已經還原曬以前嗰啲。但係可能就係因為成本問題咧，喺呢啲佢就冇加到色。但有啲位佢就又做咗，咁呢度我就覺得有少少就係爭咗少少。如果係咧，呢啲窿全部都做埋嘅話咧，冇錯，咁啊會更加完美。一係就全部唔做，但佢又做咗，淨係得個 power 嗰個 power 曲。啊，我明你意思，一係就係係，一係就唔好做啲唔舒服啲，佢咁樣。同埋，我覺得佢真係爭咁少少。
逢係買咩機，大家都知啦，古往今來都係嘅，佢一定跟張 sticker 俾你。系，如果今日诶卡食嗰张，因为始终系致敬咧，我相信咧，佢连水果型嘅嘢都唔敢放落口，少一啖咯。系啊，因为以前，因为其实 Apple 而家佢唔系 ，sorry， 唔紧要，嗱，即系苹果牌子啦，水果牌子、水果牌子啦，一样得个名啊，嗰水果牌子得佢嘅。佢其实佢个 logo 都变革过好多次啊。系啊，七彩啦，佢初期嗰个七彩，因为跟翻佢以前系染綠色啊！我喺屋企咧，因為其實我兩部，所以我係咁樣擺嘅。你咁買嘅？嚇？你阿廖家買嘅？我攞嚟改魚缸。改魚缸講到嗱，我翻兩部機就咁樣放喺後邊，因為係斜嘅，大佬就係咁樣啦。係啊，因為兩部機都 A 字啊嘛，因為係跟足嘅，所以咁樣放咧，大家睇到水平。真機都係我想講，係噶，因為 office 都放咗兩部喺度，同埋呢個位又攞嚟教。系啦，光暗系啊，喺呢个位嘅啊，不过系好中意，呢系嘅装饰品嚟嘅，我好中意佢个个 mon 嗰个表达，即系有嗰个。不过有人改咗咧，就放 iPad 插 iPad 喺入面。我系有嗰啲高手咯。系啊，鱼缸就好早 mon 喺度，鱼缸就好早期噶啦，已经系咁后期。呢个工作系几时做噶？即系呢个上年开数，开始订。点知今年第二 part 佢出咩？啊，唔系上年，系前年开数 ，sorry， 前年开数。今年第二 part 佢係出有炸彈有垃圾桶，係啦 ，icon 係出，係即係死機。邊度有得買？邊度有得買？因為早期係訂㗎啦，而家應該出曬貨咧，只可以出去試下揾現貨，即係揾啲。仲有賣嘅地方咯，同埋嚟緊，我諗可能啲玩具展啊，啲 show 可能都會有佢蹤影出現。但係我唔知佢如果真係賣曬呢一批咧，佢會唔會加單呢樣就真係唔知啦。呢個就，但係第一批全部係訂嘅，因為 pre-order 嘅，因為佢簽名，佢連個生日都跟埋嗰個，簽名書跟埋當年嘅某人都係咁樣。個 forms 都係呢個 forms 都係，同埋落曬 noise。即係做 noise 同埋 show 一個角落位嘅啫。其實如果做設計咧，見到呢個 scream 係好有感情，見到會心微笑嘅，係真係會心微笑。我最緊要就係個 suitcase 啊嘛。係，其實好明顯呢個創作，即係構思呢一個咧，都係真係好。佢都捱過開水果嗰啲嘢嚟㗎，都係。所以就會諗到做呢啲嘢，每一樣一啲細節位，你會見到佢花嘅。係啊，我好中意 suitcase 啊，總之就講曬，真係冇得傾啊呢個。咁如果你話冇乜嘢話要彈唔彈嘅，不過咧我就覺得著腳咧其實因為要為咗營造機械人，唯一係著腳咧係最冇呼應，同埋最冇呼應係啦。佢一係就好似你咁講做隱藏或者用一啲方法，因為變咗咧成個嘢呢一樣就好似冇乜呼應。如果可以 design 嗰時候再多啲少少呼應更加好啦。同埋最後有一樣嘢我真係好想提。大家隔住個 mon 可能感受唔到。其實你嗰個揸實物咧，你有玩過嗰個時代嗰啲電腦咧，你摸落去嗰啲乳膠機身咧，嗰個 texture 係佢有做㗎，佢有做㗎，有跟翻，係啊，按比例做翻。你懷呢個舊就真係揾啦，你哋揾啦，係啊，係啊，你咁講啊，係嘛？講得好啊，我覺得你都了解呢啲，係啊，講得好啊。呢啲你會知道嘅個質感，佢有吉，同埋我都建議大家玩玩具唔好成日收喺個盒度，因為呢只嘢就更加唔好，因為你擺一輪咧就有翻嗰個味道咧就變黃，冇錯係啊。不過諗自己噴會快啲，唔係我睇有佢天然黃，同埋磨到有啲位擰嘅咧。我中意佢有個手感啊，係啊，係嘛，係啊。成班老鬼啊！班停下你有人 sponsor 一隻俾我挑戰改裝佢，改裝好多方法呢一個係。好慘我呢只玩改裝一流，呢只玩改裝一流，好好玩嘅呢只。原來我依家唔係，我好似話錯咗佢。你死機啊！佢有加咗，有加，有加。原來喺呢邊腳咯。因為咧，佢想呼應翻個設計咧，佢有個窿，有個 set， 即係。等你咧，好似頭先我咁講，因為我話好似冇乜呼應啊嘛。其實原來係我睇漏咗，係有嘅。因為俾我諗呢樣嘢，我都會係咁樣。而呢啲手型咧就呼應翻 mouse 嘅設計啦。但去到腳咧，佢有刻意有加到呢樣嘢落去咧，就即係證明佢係有用心設計過，想呼應翻插頭窿咯。因為正常係機身後面有。咁頭先我咪話，唯一隻腳咧就好似冇乜呼應。雖然佢跟翻有少少佢啲型啊咁樣，但係想呼應翻咧。
佢係今晚呢度可以插條，即係佢呢啲就係插 keyboard 啊，插 mouse 就係插呢啲啦，插 mon 咧就插呢啲。係啊，而家 USB 啊嘛，因為所以你哋唔係呢個係 Carol Pod 嗰個圓形嗰個，編頭都係啦，都可以編頭，係啦，就係咁樣咯。冇錯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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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欢在天边再会，各位观众。